医护人员看尽生离死别，还要适应日夜颠倒的工作环境。网络上却有个说法，只要医师一罢工，全国死亡率会下降50%。 没有那么离谱吧？这个应该是无稽之谈吧。民众普遍不相信，但学者提出数据，过去包括加拿大、以色列医师都曾罢工，全国死亡率下降从20%到50%。在医师罢工的期间呢，可能一些重大的手术啦，或者是说风险性比较高的一些医疗的行为会暂停。 所以基本上发生死亡的几率会比较小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，全球的病人有1/3是死于不合理用药，还有1/3死于医疗性事故。等于死亡的不是因为疾病本身，而是吃药吃死，甚至是被致死的。在医生的指示之下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还不至于会这样。 医疗过程本来就有风险，至于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，生活上需要他人帮忙，国外学者提出那只是一种习惯性无助。我叫阿嬷，她说：“哎，这边帮我拿一下东西，或是说去激活她的一个脑袋，有时候去跟她讲讲事情，她也比较不会痴呆。” 实验做法是让长辈们在搭建好的时空胶囊里生活，环境跟20年前一模一样。结果7天后，视力、听力、记忆力都有明显提高，证明能动多动，有事做被需要，心态年轻胜过各种灵丹妙药。记者李云杰台中报道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1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，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 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